顺帝，其实这次我来，主要是有两件事情。这其一，是确认一下长江下游的治水方案；其二呢，我想跟顺帝商量，可不可以把新都城定在禹城？禹城，那是第一批老首领退养的地方。老公主也是在那儿升天的。 玉儿，为什么要想到定在禹城呢？当年，舜帝建都归瑞，归瑞正处在东夷和华夏的交界处，连接起两大联盟。如今，天下统一了，禹城处在华夏、东夷三苗的交界处，更便于贯通东南西北。你们。 都同意这个观点吗？同意。好，玉儿，我也同意你的观点。当年老公主和众多的老首领，已经把这禹城啊建立得初具规模。这三苗的人来这里做买卖，都省去了多半的路程，所以禹城已经成为了最方便的物品交流地。你的想法是对的。 定都禹城，这件事情是托了老公主的福。诺，我们正是托了老公主的福。看来，眼下这禹城建都，是水到渠成的事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把这新的都城建在禹城。 博物至诚，禹作成，强者守，敌者战。城廓自禹始也。禹摄政17年后，禹城完工。从唐尧到禹舜，再到禹的都城变化，表明中国已经形成同心圆式的中心，无数部落聚拢成联盟，再从联盟聚拢为国家的雏形，中国的概念形成了。这禹城啊，真是气派呀！ 比我们那几个都城都气派多了。禹城是联盟新的都城，当然要建得气派一些呀。子期大人说的对，天下之都就应该建得高大威严一些，这才能显出舜帝凌御天下的气势。舜帝平定了那么多的反叛，才统一了天下。可谁又能想出？ 今后的天下会不会再出乱子呢？舜帝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们来看，这禹城有牢狱和军队，还有人口和土地，四周又加上高大厚实的城墙。 众位首领，
新都城落成，今日我们首次在新都城聚合。过去老共主和顺帝都讲过，天下凡事多，礼乐征伐自帝君出，但这治理天下还是要靠各位官员。我摄政17年，虽然主要忙于治水，但每时每刻都感觉到官员的辅佐对治理天下的重要。过去高阳市任用8个才子治理天下，称为八凯。高新市启用8个能人治理天下，称为八元，而且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。所以我向顺帝提议，我们继续采用八凯和八元的制度来奖赏我们勤劳尽职的官员们。顺帝，具体的就请你来说吧。说起这勤劳尽职的好官员，也正是我今日要宣布的第一件事。子期大人，顺帝。后继大人，博弈大人，顺帝。你们三位元勋精忠联盟一生，为了完成统一天下大业操劳了一辈子，可谓是劳苦功高，功不可没呀。没有你们这些前辈，就没有我愚顺的今日。我愚顺在这里谢过了顺帝。今日我宣布三位元勋正式退阳，领取封地。谢顺帝。起来吧，子期大人。顺帝。你是帝库的后裔，你刚正不阿，清正廉明，终日守着大量的朋辈，却不为所动，可谓是两袖清风，让人钦佩。今日赐你姓子，封地于商。谢顺帝。后继大人，你虽然也是帝库的后裔，可是你却从小出身坎坷，你亲生母亲几次将你抛于田野山林间，但却最终感动神灵，还是被抱回来了。你从小生长在山林田野间，对五谷颇为熟知，所以被这民众奉为农神。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粮食，没有这天下民众富足的生活。今日赐你姓姬，封地于台。谢顺帝。博弈大人，你跟随我一生，你是群卿的至宗啊，你劳苦功高，功德盖世，你是天下民众的骄傲，更是我的骄傲。今日我赐你姓嬴，封地于西北。谢顺帝。谁也没想到
伯益的后裔嬴政居然起于西北，横扫六国，气吞万里如虎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把黄和帝并用的独裁者——秦始皇帝。舜帝啊，我高俑跟子期大人、伯益大人还有后稷大人都到了退养的年龄了，哎，怎么他们有封地，还封了姓？可是我高尧什么都没有啊！啊，你笑什么？去去去去去！高尧大人，你可是管理刑法的首领啊，你却无视这五行法典，知法犯法。我没有砍你脑袋就不错了。你还敢跟我要封地啊？哎呦，舜帝，哎呀，那都过去的事了。你，哎呀，好了，高尧司法，天下无怨，你受天下万民敬仰。让我虞舜如何封赏你这位功高盖世的司法大首领呢？你我都不要封地，我离不开你呀！啊，你要留下来，一直陪着我。宣布今日的第二件事，从今日起，禹正位帝君。诺。舜帝，这禹儿，你看看眼前的平天观，这是老公主赐给我的，做平定天下的帝君。可是你要记住，这治理天下不比平定天下简单，甚至更难。我希望你能真正懂得这顶平天冠的意义。禹儿知道，我将竭尽全力，不辜负舜帝以及众位首领乃至天下民众的重托。禹帝接管。至此，唐尧对禹舜，禹舜对禹的三王禅让完成了，诺，却也是禅让制度的终结。此后，禅让作为帝王的美德传颂千古，却再也没有哪位帝王愿意把家天下的王冠拱手相让。舜帝英明。你找我，君儿，来来来，父亲一个人下棋没意思，陪父亲把这棋下完，啊，诺，来来来，
父亲，你输了。我真输了。哎呦，君儿啊，没想到啊，你的棋艺长进这么快，短短的时间，就把这小小的天下给赢走了。可是这真正的天下，却被你拱手交给了别人。顺帝，若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先下去了。君儿，我知道你有话要跟我说。现在这里啊，没有别人，我也不是什么顺帝，就是你父亲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父亲，你的心愿已经了了，当今帝君也已定了，我现在说什么还有用吗？我知道，我全都知道。你这心里面一直不服，你不服我把这天下交给了雨。还有，雨跟圣姑的事你也不服，你耿耿于怀。可是我当然不服，我当然耿耿于怀。我就不明白，我到底哪里不如雨？我凭什么不能掌管这天下？这么多年了，我把三苗治理得妥妥当当，我默默在做，我立了多少战功，我从来都没有争过。我只盼望你看到这些。可是你看到了吗？你没有，或者说你压根就不想去看。是，他与你是会治水。可是你不让我去，你怎么知道我上军不行？这么多年来，你就像一座山压着我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压得我在山缝里求生存。可是你像大地一样拖着雨，帮助他，给他力量，承载他的过失，帮助他做了那么多的大事。可是我是你的亲儿子呀，父亲，你为我做过什么？现在好了，天下是雨的，我挚爱的女人也跟了他。父亲，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呀？你糊涂！在你心里，我永远是那么糊涂。好，如果你一直这么看不上上君，求父亲送个痛快，这样我心里会更好受一点。这天下交给我，他没有让位给他的儿子丹珠，而让给了我，这是什么样的胸怀？你口口声声说天下，可你真正懂得天下吗？是，我也有错。我从小没有好好的呵护你，没有照顾好你。可是我是你的父亲呐，这世上哪有一个父亲不疼儿子的？哪有一个父亲不愿意把这天下交给自己的儿子？可是你行吗？你口口声声说雨，你对他有了解多少？他
父母去世了，三年守孝未满，他就出来治水，三国家门而不入，连自己的孩子出生，他都没有回去看一眼。他这一治就治了13年的水，有好几次差一点淹死在洪水里，这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再跟我提雨了。他可以三国家门而不入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能？他可以为了治水差点淹死在洪水里，你又怎么知道我不能？君儿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一个男人要成为父亲，他就要为这个家寒如人痛，他如果成为帝君，他就为全天下的人寒如人痛。连一个女人你都放不下，你心里面还能装得下全天下的人吗？我把天下交给你，你口口声声说能够以仁德治理天下，就你这样的胸怀，这天下你能担得起吗？君儿，你是父亲的好儿子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其实都记在心里。你勇敢机智善战，再强大的敌人在你面前也会畏缩的。你就像这棋盘上的战车，没有了这战车，这就不是盘完整的棋啊。你在我的心里跟玉儿一样的重要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儿子啊。保护好你的兄弟玉，保护好你的帝君，你要记住，你是我愚顺的儿子，你不是为自己活着，你是为天下苍生而活呀。父亲，君儿明白。这把剑授给你，你要记住，日后有谁对帝君不忠，有谁又起了叛逆之心，你就拿着这把剑对其诛之。你要记住，这是全天下人的剑。大家听令，我手握玄龟，便有摄政军之权，头戴平天冠，便是号令天下的帝君，我两权都在握，你们谁敢不从？谁敢不从？谁敢不从？我敢。
顺帝爷爷。启儿，爬得越高，摔得就越重。你没摔坏吧？我是在游戏，你千万别怪罪我，更别告诉我父亲。你想当帝君和摄政君，这是好事儿啊。为什么怕我告诉你父亲呢？我父亲非杀了我不可。启儿，起来吧。来，坐下。启儿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8。你知道你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我父亲外出治水13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他回家才给我起的名字。启儿，你知道当年老公主把这天下交给我，考察了我多少年吗？不知道。考察了我整整28年，而我把这天下交给你父亲，考察了整整17年。这中间经历了多少生生死死的关口，你都想不到。我听父亲都说过，父亲还说，这平天关从老公主到顺帝，再到我父亲，戴在脑袋上的次数，屈指可数。你知道这顶平天关是什么意思吗？它代表的是权力齐天。我和你父亲都一直没戴，这是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因为这顶平天冠啊，它太沉重了。孙儿刚才戴过，这平天冠一点都不重。傻孩子，我说的是，是他的责任沉重。妻儿，这门口的9座大鼎你都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这9座大鼎分别代表着冀州、青州、豫州、扬州、徐州、凉州、雍州、兖州，还有荆州。这每一口大鼎上都刻着飞龙图案，代表着我们的9州12穆。这9口大鼎连在一起，那就是我们的天下。可是为了这天下的统一，我们死了多少人，流了多少血，这9口大鼎都装不下呀。顺帝爷爷，你别再说了，这玄龟和平天关我再也不敢碰了。启儿，记住爷爷的话，你要敢做大事，敢为天下先。至于这摄政玄龟还有平天关应该授给谁，不是你说了算，不是你父亲说了算，也不是我说了算，而是要由天下人说了才算呐。孙儿明白了。
启儿啊，父亲。你在这儿琢磨什么呢？父亲坐。前几日，顺帝爷爷把九鼎的来历对我仔细说了一遍，我正在想他说的话呢。哦，顺帝亲自给你讲了九鼎？正是。嗯，好啊。来，快跟父亲说说，舜帝都跟你讲了些什么？舜帝爷爷说，当今天下越来越大，分九州十二亩，非九鼎不足以彰显天下。嗯，好。接着说。舜帝爷爷说，这平天官的意义就是权力齐天，带上他的责任太重了。是啊。哎，舜帝不是跟你讲九鼎的吗？怎么又说起这平天官了？这儿子不敢说。哎，跟父亲有什么不敢说的？说。这怎么吞吞吐吐的？说来无妨。我偷带平天官，正巧被舜帝爷爷看见，我还对舜帝爷爷说长大以后也要当帝君，所以他才给我讲了九鼎的来历和平天官的意义。胆子也太大了，过来，跪下。父亲，叫你跪下。看清楚，这玄龟和平天官是何等神圣之物，你竟敢拿他们来儿戏，我看真是应该教训教训你了。父亲，儿子知错了，你就打吧。你倒是敢做敢当啊。啊，父亲打你就是要你记住，知道什么事情能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。虞舜的一句“敢为天下先”，竟然在启的身上得到了应验。三王之后，启从父亲禹的手里接过了权杖，平定了有扈氏的反叛，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。然而，禅让的美谈在启的强权政治中也成为永远的历史。这天下虽然已经统一了多年，可是这天下实在是太大了，这万事万物总要有个规范，要有相应的约束，这才可以确保长治久安。天下统一应该有一个令人人遵守的标志，军队是保护民众的根本，刑法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舜帝所言极是，征战统一天下，这刑法治理天下，天下喜是天下之人口，所以理应治天下人口于短歌之下。泥土和种子是我们生存的根本，朋辈代表买卖，不做买卖人们怎么能富起来？还有水，水是生命，万物生长的根本。只是人口生活在土地和江河之上，这天下
就自然有了地域广大之意义。鱼儿，你看看这框子，这框子里面的华夏联盟就是我们的天下。这是一个天下统一、民众团结、万邦安乐的天下。高瑶大人啊，高瑶大人，大人，顺帝他自己走了，去哪儿了？他说，他去了该去的地方。哎呦，你们这两个笨蛋呢，怎么连顺帝都看不住啊？高瑶大人，你也别埋怨他们了。顺帝的事情，他们俩管得了吗？玉帝。我看这样，你的公务繁忙，你先忙你的，我带着神徒这两个小子，去找找顺帝啊。也好，找到了，派人回来报个信儿。啊，走了。慢点，慢点啊。夫君。顺哥哥，夫君，顺哥哥，夫君，你在哪儿啊？夫君，这段泪洒斑竹的凄美爱情故事，不知引来多少后人的吟咏和哀思。大诗人李白曾唱道：“远别离，古有英皇之二女，乃在洞庭之南，潇湘之浦。”海水之下万里深，谁人不言此离苦？日惨惨兮云明明，星星啼烟兮鬼笑语。苍梧山崩湘水绝，竹上之泪方可灭。半年了，从各处传来顺帝行踪的消息，可就是看不到他的人呢。我派九州十二墓的官员全力打听他的下落。最近有个好消息，他们有人看见顺帝正往咱们三苗而来。顺帝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，就是条神龙，我发现他到四处巡游啊，走的都是他当初治水的路线。顺帝统一的天下，那要比当年皇帝统一的还要大。他治理的天下水系都是自古以来的创举。这是顺帝在教化我们，要永远以天下苍生为重啊。顺帝还说呀，顶天立地，方是帝君本色，从善如流，方为帝君品德，勤政爱民，方为帝君执事。这些话已经深深埋藏在我心里了。老顺帝说过，将来他想在三苗选择终焉之地。你看这九嶷山，龙盘虎踞，倒是个帝君气象。你想想，从华夏到东夷结盟，平定三苗，降服共工，歼灭九黎，今年又和北方众多部落会盟涂山。
该办的事情老顺帝都办完了，也许这就是他最后的选择了。老顺帝当年在归瑞创业之初，训野象、耕犁山，他就讲过大象的事情。他说，大象辛劳一生，可是有谁见过大象的死呢？大象临终都会独自离开象群，走向一处无人知晓之地方，静静离开这个世界，何等洒脱，何等高尚。以虞舜为典型代表的三王时代，给古中国留下一个千古难解的梦幻时代。虞舜把一个亘古未有的国家形态留给了禹，把民族团结统一的信念留在了中华大地，而后古中国的国家诞生了。远古的部落隐隐篝火，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，夕阳天高歌，长影在我，燃尽将天地涂抹。蜿蜒的阡陌，百家耕作，揽遍天下方士，泱泱大国，谁策马饮恶，四海在我，霹雳肝胆开华夏传说。所以登峰乱几座，古色奏一曲山河，注定九州谁人能描摹。泛舟看向诸般国，山巅洒大爱之波，万川之约，恩赐映山河。